八月十九，有一个千人的音乐季，要在咱的这个公园哦，龙登公园，真无简单吼。啊，这个暑假要有快乐、健康，要有安全，这是咱管路，甚至大家咱彰化人吼，应该爱做的一个工作。希望这个反烟、反毒、反槟榔，远离毒品。希望咱的大众吼，啊，咱的一寡公共场所，甚至业者吼。咱就表面和因这囡仔去接触者，咱就来参加八月十九伫园里的龙山公园吼，即、這个咱的幼公园内底参加千人吼，龙登公园咱的千人的音乐季，心情就好，咱就健康很快乐。我们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，把蓝风车整个正面形象提升到最大的能量。我也希望啊，借由这些活动啊，让我们啊，大家来到我们园林龙的主灯公园啊，见识到园林一八四以后，铁路高架化了以后，园林新的一个城市的都会型，让我们大家啊，共同来啊，迎接我们啊这一次的活动。